大家好，欢迎收看艺术焦点台的指尖下的情欲。我们现在在俄罗斯的莫斯科音乐学院，我是节目主持任佳玉。很感谢钢琴家庞昭同先生介绍我们的访问。大家好。他是2016年天津音乐学院附中首届钢琴专业比赛的第一名的获得者。2015年，他荣获了圣纳新道杯职业技能大赛的第一名。很感谢，谢谢。可以描述一下你刚学钢琴的时候的情况吗？我当时学钢琴的时候是5岁，我从5岁学到了现在。当时刚学钢琴的时候，我记得是母亲同事家的小孩先去开始学习的，然后出于好奇呢，我也有听妈妈的话，然后去学习钢琴。刚开始是出于对钢琴的兴趣，然后和爱好吧，相当于。但是到了9岁左右呢，我进入了钢琴的一个转折阶段。我觉得钢琴很无聊和枯燥，对我来说甚至有点厌烦。我们家的家教当时比较严格，我母亲也有逼我在学钢琴，她当时对我也是严加管教，又打又骂的这种，然后一直坚持到12岁，我考上天津音乐学院附中那年，我觉得我的钢琴进入了一个第三阶段，就是我开始真正的去热爱钢琴演奏了，然后并且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现在呢，我非常感谢我的母亲，当时对我所做的一切。对于我来说呢，也没有什么秘诀可言，但是在这里，我想给各位观众一点建议。第一点呢，就是要仔细读谱子，读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现在我经常去听课，发现很多学生的问题就是在于读谱不仔细，譬如说踏板不会换，或者说踏板换不干净，其实很多东西在谱子上都有标明，如果我们去仔细读谱的话，会解决钢琴中很多的问题。第二点呢，就是要慢速练习钢琴，因为通过慢速练习，我们可以增加手指的记忆。其次呢，我们可以聆听和声的美感，因为我认为和声是钢琴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听懂和声，那么钢琴85%我们也就都懂了。第三点呢，我认为想要去培养乐感的话，就是要去跟唱，因为现在很多学生他们弹不好钢琴，或者说弹出来没有美感，可能是因为他们心中没有音乐。如果要去做一段时间的跟唱以后，会发现他们的乐感其实提高得很快，就是这样。那你刚才提到了慢练，其实我觉得慢练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很多学钢琴的人都会想，就是我应该要怎样去慢练，还有就是我应该在怎么样的情况去慢练，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吗？可以。我认为慢练的话，应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要进行慢练。譬如说拿到一份新的谱子，刚开始一定不要急躁，一定要一点一点的去仔细读谱去慢练。当这首作品弹得比较成熟，但是个别乐句解决不好，通常是由于手指对琴键或者是对谱子不熟悉，而没有产生很好的肌肉记忆，这种时候需要反复练习乐句，进行慢练，增加手指对于钢琴的这种肌肉记忆，这样才可以达到练习的效果。谢谢。你认为怎样可以提高一个人对于钢琴或是音乐的热爱呢？其实我认为音乐是世界上最高雅的东西，音乐也是可以让我们为之感动的东西。我其实建议大家要去多去听一些 recordings， 不一定单指钢琴乐，比如说去多去听一些重奏，多去听一些交响乐，这么多作品呢，总有一部可以震撼到我们大家的心灵。其实我认为对于音乐热情的培养，就是从一点一点感动中积累而来。所以说就是要多听一些不同的作品，然后去找到自己喜欢的类型。是。
习的时候，你觉得我们应该从哪一些曲子或是练习曲去开始呢？因为我知道一些人就是他们可能会练像 scale 或是 hammer training 之类的，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方法，那你是怎样做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因为每个人对于怎么练习看法各不相同。譬如说我的两位老师，一位附中的教授和一位大学的教授。我附中老师主张让我去练习哈农的技巧，因为他认为手指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手指技能的训练。而我大学老师则认为哈农是一件非常无聊的工作，他会去让我从练习曲中获得一些手指的训练，譬如说肖邦的东方练习曲。比如说我老师在要求我去慢速练习的时候，他会要求我去做高抬指，每个声音要弹得非常的响亮，因为这样呢可以获得非常清脆的声音，比如说在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呢，我的老师会要求我去做贴键的训练，然后要求我去做一些跑动的乐句，这样通过慢速练习再到快速练习就会非常的得心应手。比如说那么我的观点是呢，可能在每天早晨起床之后要练琴的第一件工作，我每次会去练习一些音阶，因为我认为除了日常音阶训练手指以外，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和声感。因为24个大小调它都是有不同的和声体系，我们可以从24个大小调中获得不同的和声感和色彩的变化。那么你是练什么样的音阶呢？我每天会去训练一些3度、6度、10度双3度半音阶的进行，以及双8度的进行，同向反向，以及爬音的训练，增减爬音的训练，以及和弦的训练。哇，练这么多不会很累吗？还好啦，我觉得钢琴就是要非常的刻苦吃苦才可以，要下苦功。对，这个问题呢，现在世界上确实活跃着非常多的年轻的钢琴艺术家。其实我认为有必要多去参加一些国际钢琴比赛，因为真正参加国际钢琴比赛的这种感觉和感受，是平日里练习或者说考核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总之呢，我们可以从国际钢琴比赛里面收获一些知识和经验，甚至我们可以结交到非常优秀的年轻的这些艺术家们，可以向他们学习一些东西。那在你去过的国家之中，你觉得哪一次是那个的经历是最为享受的呢？就比如说这次来俄罗斯啊，然后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所学校无论是从师资力量或者到硬件设备都是非常优越的。尤其是这一次我跟随的教授叫方明感，他就非常的和善，并且也非常的博学。对，方明感是这里非常好的教授。那你上他的课，你觉得他有什么的教学的特点吗？我认为他的教学特点就在于每当一首作品弹完，他不会上来先去给学生解决问题，他每次都会先鼓励学生，夸他你弹得不错。其实这样就无形中就给了学生一种自信，让他们更好的可以去配合老师解决后面钢琴中所出现的问题。我认为鼓励学生是钢琴教学中最大的一个优点吧。然后呢，其次这次我也非常崇拜俄罗斯的钢琴，非常喜欢俄罗斯钢琴教学风格。这次来俄罗斯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就是能够学到正统的俄罗斯的教育。对，
现在正在学钢琴的年轻人来讲，你可以给他们一些鼓励或是一些建议吗？就这个问题来说呢，我觉得像跟我这么大的同龄人的，或者说年龄比我小的小孩子，我们在学习钢琴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好奇，出于好奇而去学钢琴。第二个阶段呢，可能会是比较枯燥比较无聊的这个阶段。而第三个阶段呢，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去热爱钢琴。其实我认为在经历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贵在坚持。不一定将来是要拿钢琴去当做谋生的职业，或者去当做自己的专业，我们完全可以拿它当做一种兴趣，去陶冶情操，培养这种兴趣爱好这样子。当然我认为也不要为了考级去学习钢琴，这样可能会失去钢琴本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一直都很冷的，然后他们的俄语又很难学，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地方呢？因为家里的老人，比如说我的奶奶，她就非常的喜欢苏联时期的音乐，在我年龄很小的时候，她就经常去给我放一些俄罗斯的歌曲去听，比如说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像山楂树啊，或者说卡秋莎这样的歌曲，所以说也算是从小在我心里植入了非常深的一个根吧。然后到了后来以后，慢慢的我发现我自己也非常喜欢的俄派音乐，比如说像 Prokofiev， 比如说像尤其是 Rachmaninoff 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其实归根结底来说，还是自己非常的热爱俄派的钢琴教学这样子。你会从这个方向的去就是弹一些音乐，会发挥你自己的这个才能吗？我其实非常喜欢弹浪漫派的作品，譬如说李斯特，因为我觉得李斯特的和声感非常的美妙，我非常喜欢李斯特这种狂热和李斯特这种温柔的细腻，他的细腻起来真的是让我暖到心里的这种。然后有人说李斯特的作品每首都是精品，我觉得他说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如果有一些人就是没有像你这样的天赋，可能他就是没有那么的技巧那么好，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做不到那种很大的声音，那你会觉得他们不应该先在这个阶段去学李斯特吗？其实我觉得这跟手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每个人都应该去接触一些李斯特的作品。李斯特也有许多非常非常温柔的曲子，譬如说像安慰曲，譬如说像爱之梦，大家也可以去学习，同样可以去感受李斯特和声的美感。这个问题我还是很有感触，因为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吧。
我现在会好的很多，但有些时候我可能还会紧张。然后我可能会去给大家几点建议去克服这个紧张感。第一点建议就是说，在台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的训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假如一个学生要在台下弹得不是很好，他自我都认为弹得不是很好，那当他上台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的时候，他的心里这种恐惧感又怎么样消除呢？嗯，当然是没有办法消除的，所以说他可能还会加倍恐惧。对，所以说在台下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的训练。嗯，那有些人紧张可能是源自于舞台，就是他可能会对这个舞台所产生一种恐惧感或者心理障碍。对，那对于这种情况，我可能会建议让他们多去上台，多去表演，或者说多去参加一些比赛，然后来消除他们对舞台的这种恐惧感。其实像现在对我来说的话，我对表演是一种热爱的一种心态，我会想把我的音乐的想法或者对作品的这种思考传达到每一个观众的耳朵里，或者是传达到他们的心里。所以当我真正上台聚精会神去演奏一部作品的时候，我的这种紧张感可能自然也就会消除了吧。嗯，说得很有道理，我也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紧张的原因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对，就是可能就是从练习练的怎样，或者就是你本来就是对舞台的那个恐惧感。所以真的说得很对，就是要自己要分清楚，然后就是从那个对症下药，对症下药去解决它。去放松自己呢？一般情况下我在弹完琴或者说演出之后，我会非常的累，因为大脑聚精会神之后，就是脑力劳动会非常的累，但是同样我也会非常的兴奋。所以一般有两种情况呀，我会可能第一种会我会跟朋友们一起出去喝喝茶，喝喝咖啡，然后一起聊聊天，聊聊今晚上的音乐会开怎么样，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这样子。那第二种情况呢，可能我如果要是特别兴奋的话，我会一个人在晚上出去散散步，会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那你有试过就是在外面散步，然后就是不自主的就是想更多，然后就更兴奋这样的情况吗？这个一般不会。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一般我都会戴耳机去听音乐，然后我的心情可能会比较好一些。那所以音乐也是能够把你放松下来。对，是。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在练习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方法呢？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些人会 mental practice， 就是不看谱子也不看琴键，就是用脑子来练习。有一些人就是很会花时间去练习那个手指的技巧，那还有就是一些肌肉的技巧，可能就是做一些workout， 就是健身之类的。你有什么一些自己的方法吗？针对我自己方法去练琴来说，我认为有很多种，在这里我主要讲三点，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三点吧。首先重中之重的一点就是说听力的训练，我们一定要在练琴的时候用到听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比如说像怎么换踏板，其实都是要靠耳朵来听，我们要换得非常非常干净，
才可以达到作品的效果。然后或者说聆听和声啊，或者说听这个声音透不透亮，就是都是靠耳朵来完成的。然后第二点呢，我会非常的注重歌唱性，因为音乐毕竟是流动的，音乐毕竟是就是跟人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首先弹钢琴一定要弹比较活，弹得比较活。然后所以说在去讲这个歌唱性的时候，我通常还是像刚才之前我所说的，弹钢琴的时候能唱尽量要把它唱出来，有感情的去流动去带出来。那第三点我认为也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对于肌肉记忆这一方面吧。因为当遇到非常难的乐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去放慢，反复的去训练。当肌肉达到一定的记忆效果的时候，这个技术难点自然而然就会被去解决了，就这样。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庞昭宏先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我相信大家一定都有所收获。多谢收看我们的艺术焦点，那我们下一次再见。